保护环境手抄报。画保护环境手抄报，首先要把主题突出。先画一棵树，树里可以留白做文字区域。在画面上方写上保护环境四个字。其次，在右边画上一个热气球。左上角画上一个太阳。在树的旁边做点点缀。最后，涂上自己喜欢的颜色。一个保护环境的手抄报就做好了。